你下次帮乌尼做个饭要不要？他是我什么人啊？我是个外星，我帮他抓一只老鼠。我帮你开这个新的系列。我们有什么系列？傲娇爸的养猫日常，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怎么又回来了？好，我是 Isa， 这是 Uni。 今天想要来一个全新系列，大家如果有追踪我们的 IG， 常可以看到傲娇爸在下厨，那我们就去看今天傲娇爸要做什么菜。 Go， 你今天要做什么菜？没有，我拍骨汤。哎呦， Uni 也出来喽。您看做饭呢，你让他帮厨好了。先放一个碗里，我拍照用。你还以为是教学啊？这里的食材准备四到六人份，有牛蒡一根，莲藕两块，山药一到两块，红枣可以带出甜味，喜欢甜一点的人可以再多准备，还有带骨的梅花猪肉。你要我帮你吗？高明堂，你怎么教不教学？那你就分享好了，不用教学。煮水煮开啊，就把肉给烫一下啊。干嘛？你给我闻干嘛？烫多久？十分钟。肉放进去以后，再把火关掉。火先关掉，然后再放进去吗？没有关，开着中火。你不是关了吗？关掉了。行不行啊你？因为你在那边拍，拍得我心慌慌。好了，放自来水，让那个污垢全部出来。那就把它倒掉，加新的水就好了。你这样太随便了吧？你的肉要飘出来啦！极其无聊啊。家里很干净。开大火。你煮这几人份的、啊？煮的汤没有几人份的啊，就是全家都喝。你想吃吗？你上面这一层弄掉，你看现在不多了，因为刚刚先烫了一遍，去腥了一点就好。水开了以后，再红枣放下去，慢慢炖。半小时后放莲藕，莲藕不容易熟。你可以当阿娇师，什么师都不是，做自己比较重要，谁都不要做。对啊，你就当你自己啊。你要不要穿围裙？我正在拿。你会不会今天因为拍了，然后就煮的不好喝？哎呦，很帅哦。Of course。那吃莲藕有什么好处？去翻自己翻医药杂志。我只是做饭而已，我不是营养专家。这个洞这边要冲一下，切成一片一片的。做菜做汤没有一定说要配什么配什么，你自己认为酱的配好，做出来很好吃很好喝，那就可以。我从来不按那吃。你是喜欢做菜的吗？应观众要求，应你们的要求了。我喜欢做菜，吃个够，吃到爽。你下次帮乌尼做个饭要不要？他是我什么人呢、啊？我帮他做饭。我是个外甥，我帮他抓一只老鼠，做最好的饭。他又不吃老鼠。他不吃老鼠，他就很逊呢、啊。你现在切牛蒡啊？为什么要切斜的？形状好看 ，OK。你的理由太随便了吧？我又不是表演，什么随不随便？放莲藕。莲藕跟那个牛蒡都放。反正都是健康食品，小火慢慢的。那这个山药是最后，汤药快可以喝的时候再放。这山药切它颜色哪里变，这也是常识，知道哈？没事就看电视。煮汤不能时间短，时间短没有味道，没有时间的话是成不了好汤的。我帮你开这个新的系列，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我没有什么系列，你不会开，少来这一套。你开了以后，我还天天做饭啊。做个饭还有人监督，啊，现在等时间是不是？把你的笨猫带进去。母鸡炖，这
下盐巴最后再放，就这个一条根而已。如何？就是蘸这个吃了。这一看这个肉就是很烂，一看就很烂。然后莲藕，这样戳下去哈，一戳你看断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就是可以了。这个是刚刚放了五分钟，可是这个很容易熟的。就这样，大功告成。今天献丑做了一个莲藕排骨汤。装的很好喝，要酱油。哦，好一细，好像有点淡呢，还可以再浓一点。这个肉不错哦，蛮入蛮软的，那是梅花肉排骨。不错不错，大概有85分，我给99，下回别想吃。90分，太 gay 了，被你讲了，我喝不下去了。现在晚上这一集的收视率一定是 zero 零。不会，我觉得蛮好喝的、啊， yeah. 你自己喝了再说啊。我早就尝过了，我觉得不错啊，我自己给自己打80分。你能自己分数这么低啊？没有，这样才有改进的空间。我又不是阿基斯。你是阿娇师，对，我是阿娇师、嗯。你可以当阿娇师，什么师都不是，做自己比较重要。可以了，我只要80分就好了。让你的粉丝做做看看，这样好不好喝？我又不是示范教学，就是家居生活随便煮的。他们也是家居生活、啊，自己喝的好喝就可以了，不要在乎别人。自己认为100分就100分，60分及格就60分，记得不要在乎任何人。你觉得30分钟太短了，是不是？你要再开播的话，他还会继续有人进来吗？对不对？对啊。下次1个小时好了。不过也没什么好问的。对啊，问来问去就这样子啊。下次1个小时你要唱歌吗？可以啊。我刚唱的歌很难听吗？你觉得刚刚的问题哪一个最印象深刻？问我想不想养猫，就这样子。为什么？不要走来走去，我这样子画面。因为我不喜欢的事情，所以我印象深刻啊。对啊。有人接受访问吗？接受谁的访问？待会转换梦想的时候，讲些有的没的。梦里的主人啊，你很在意观看吗？就是替你在意，跟我什么关系？哇！喜欢这支影片，帮我们按个喜欢，订阅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的目标订阅破10万，傲娇爸就会为我们献上一首歌哦。一起追踪我们的 FB 跟 IG， 融入日常生活哦。喜欢我的朋友也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他要给他闻酒，你干嘛？你拿什么给他？闻你。